以联系他，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联系他。就他还行吧，就。就是地陪，他会告诉你就是哪里有好玩啊什么的，全程帮你翻译啥的。虽然有时候会翻译错，但是没什么大问题，基本没什么大问题。划重点，任何需要，任何需要都可以。你们两个是汉族吗？对，我们是汉族。是看着像少数民族吗？汉族。汉族。我们是云南。泰国万事通。好。人脉杠杠的。嗯，来微信加起来。加起来。对你还行吗？希望你能忠实忠恳的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走，脚印，懂吗？七姐对你怎么样？七姐对我好，知道就行。给你发了。谢谢七姐。再来联系他就完事了，报我名字。真的吗？对。报我名字不好使，要钱，也要钱，但是能少一点。熊大不是你。哥直播间里面都是熊大哭死，但他还 OK 的，挺 OK 的，你可以找他，他全程会帮你啊，接机啊什么会帮你整理，就是所有的行程会把你安排好，还可以，主要他实在，他不是说那种乱骗人的那种，就自己朋友啥的比较实在，人山东人都比较实在，看得出来，确实这样的。要不然我们也不来穿。确实，确实，你要随便找个人那种，还真不敢来说什么。要我也是。愿姚晨。我感觉说我长得像各种人的都有。我觉得你就真的很像吴倩，其他没有太大的问题。熊大就地接单。这汤很好喝哎，我觉得之前我不怎么喝这个汤。熊大要去打架了，你呢？我干嘛？什么意思？跟谁打架？大家都很有素质，超级有素质的好吗？可以，你的直播间氛围很好，没有骂人的那种啊，骂人的都被我开除了。这骂人的也正常，还好。就是、那你很适合做主播哎，有的人他就是接受不了，但我都习惯了，无所谓的。但是我直播间的都很有素质，现在基本上都很有素质，没有素质是少数。说明主播很重要。手绘哥，让你再给我几个手好。没有啊。这个蜜多。拉爬。你能吃得了那么多吗？吃那么多生蚝流鼻血。没事，我扛得住。不行。我消耗大，吃不了，不给。吴昕还就是我们的素质底线，确实。吴昕还你笑死。我们直播间只有一个人没有素质，那就吴昕。气氛组是吗？气氛组。以后我也来当你的气氛组吧。可以啊，可以下个虎牙，你可以了解了解来虎牙直播。你看这个飞鱼也差不多，挺没素质，动不动上来美女亲亲我，你看你这种弹幕你害怕吗？你说实话。你是不是觉得还挺变态的？有一说一。有一点点变态。一点变态哈，正常这种人也是有的。就口号又开始，又一个素质底线来了。对。素质天花板。我们直播间主打素质，都是有素质的人。
哈。有点小费给你。飞鱼，连吴兴涵都在百元榜上，你为啥百元榜都没了？你自己寻思一下。速速上个百元榜。我能舔舔短发美女的耳环。七姐，我可以要吗？关我啥事儿啊？人家不给你啊，也要小费。吴兴涵不愧是 YG 的主线。哪有钱？你和小姐姐换衣服穿吗？我这衣服咋了？换不了。主要小姐姐的衣服你穿不了。穿。也能穿，就是可以穿的。他比我瘦，阿七比我瘦，你才土呢。我就是喜欢穿 T 恤，方便。这个衣服多少钱？可能十几块钱吧。没有喜欢，一套是50，一套是50，上下一套是50。对，很便宜。对，因为泰国的衣服真的便宜。啤酒就啤酒嘛，可乐过来，拿杯子。拿起来。哦。开始内涵了吗？他们说听不懂。完了，你之前说我们直播间可能都不用素质了，然后就你这句话引来我们直播间三大素质底线。一个叫手绘，一个叫吴兴涵，一个叫飞鱼，他们仨都来了，这直播间的风格马上就要变了，坏起来了，家人们，三大素质底线极其到。不是真的有延迟，延迟很多，我们说完话他们要等5秒才能听见。三大素质底线一说话，别人都懒得讲话了。看他仨在这儿表演相声，那个就很像感觉上面打了个灯一样。到位了。猫冬，我穿的都是外了，忘我害怕走光，知道吗？我们是专门做户外直播。做户外，也不是吧，偶尔后来出来户外一次，回家混个几个月。不要不要，你们要统一刷礼物了吗？还十个待命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开始了，讲相声的，别理他们，看不懂。廖西光着追我跑2公里，你有病吧？你谁呀？我光着追你2公里，因为点啥呀？你是奥特曼呀？你身上有光呀？我还脱光追你2公里呀？我两步都嫌累，我还追你2公里呢，他脑子有点大病一样。看我跟他们了，不是因为我，不是因为我没素质，他们我真服了。你奥特曼呀你？口才也是真的绝，这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，只有10%。一般不想跟他们一般见识。美女看到，觉得真的，又丑的。我所有他们就爱，他们爱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但他们就是平时。赚的钱都是给我刷了，看这个面子上喷我什么的，开玩笑，跟他一般见识，给他无聊生活打上一束光，能咋的？是不是？对，照亮别人，温暖自己呢，愿意咋说咋说吧，哼。什么样的主播有什么样的粉丝？离谱的很，还挺好吃的，歇会儿。味道还多，我感觉我们俩这两天都没有吃到什么特别好吃的。等会儿出去可以，他
这个店还不错，咱们可以照一下，明天再来，确实还行。哎，有病吧，飞鱼，这个路上搭讪的中国人，你这个打什么弹幕啊？他让咱仨一块儿，这有呀？没有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刚才捂着的地方，你想想。我想啥呀？我又没有去，你他妈说这话让人误会呢。你刚才捂着的路过的地方。哦，路过的地方，你别说这些。有是有，吓人，你知道吗？下头都是下头男。步行街那条，他们拿的那个宣传牌子，太露骨了。路过，他们就是各种宣传，挺吓人的，很下头的。其实我很想盯着看一下，但是每次都是一晃而过。这不有现成的吗？熊大可以刚才，该说不说，挺下头的，别这样，他真的挺下头的，别这样。咱就是说也不是说特别需要。就是我的名字简缩写。正常上班都不给我结工资，我还加班的，我可不敢了。熊大看不上617。啊，对对对。熊大是艺名吗？熊大就是他。我知道是你的艺名吗？匿名。运营对他、哦、他是我运营，他会运营啥呀，我的天哪，他是我的，这是我助理，这是我地陪，我来找他就是帮我翻译翻译啊，然后带我玩、哦、什么都比较懂嘛，一直在泰国5-6年了、嗯、我因为我看他也是一直在直播，看直播是吧？对，看一看。你们也是认识好久了？刚认识几天吧，已经很熟悉了，已经基本上把这个人摸透了。摸透了。对啊，他所以说让你们来找他，一天就给他摸透了，就知道他啥样的人。他是万能的熊大是吗？啊、哦，对。吴星涵的音乐会啊，是真的吗？吴星涵是个渣男，你们不知道那个球星吗？上新闻了。那个渣男，渣男吴星涵。好撑啊，确实。酒还有两瓶呢，慢慢喝吧。想我了吗？我来了。嗨。你这是素颜直播呀，感觉不怎么化妆，我化就化一下。随便化一下。不会化很浓的妆，麻烦。发给他们干啥呀，他们反正画多好看他们都说滚滚滚丑丑丑啥的，稍微画好看点又整了吧，又整了吧，别的那么一说。对呀，我就懒得画给他们，就这样吧，爱咋咋地。主要是你户外一天，不是你户外一天就是头刘海也油了，这也那就太热了，太热了，画也白画，也画的比较淡，素颜好看确实。比较淡一点，在吗？滚一边去啊！我一会儿把你们都封了。怎么回事？直播间怎么只剩下恶臭了？那正常的水又跑哪了，兄弟们？刚才那小白号呢？小白号出来！小白号出来说说话，把他们几个给压过去。气得我心脏病都犯不了火。收到，小白号出来，把他们压过去。抠波美美美，抠波美美美，把他压过去。不知道说啥，你看小白号是不想说话了，被你们说的。小白号说话了吧？看。放弃话筒。小叶姐姐，我爱你，看这个微微气多有礼貌，看到没？没没看，你看，他们说你几几年的？问几几年的呀？多大了？我猜一下，
99年的，2005年的，他们都说我。你直播间里面的人情商都好高。92左右，没有那么老啊。拍这个吗？啊！他要飞了，他要上天飞了，看到了吗？我在，我在五环。我们都不在关注区，很近。95到97，歪哥猜得很准，很会看。歪哥太懂了，对上了。提一句啊，唠了两个半小时了，一个礼物都没有，有点累了，说实话，该说不说。送100块钱出来溜溜，快点，上个百元榜，谁还没在百元榜上上一个？飞鱼就差你了啊，就差你了，别人都在百元榜上，就差你了啊。今晚的消费还没有着落是吧？太对了，太对了，你太会了，你就是直播的天才。听我一句，你就是直播天才。今晚的消费还，今晚的单还没有着落啊，家人。不知道，不敢拍呀、啊。三爷，那啥天啊？啥呀？他把空心菜炒完了之后到隔壁接。真的假的？看一下。谢谢飞鱼的荧光棒，上个百元宝多少的？出来直播不支持支持，整天给那个颜值区有啥刷的？赖好上个，咱自己直播间你都不回来了，上个百元宝都没了。要了。我操！他扔菜干啥呀？玩啊，揉着玩啊，揉一圈更好吃、啊。这是锤子结活啊！揉一圈更好吃，这个菜。这不是浪费菜吗？他接住了，浪费啥呀？拿过来。谁接住了？他接住了，那边这个人接住了，端回来上菜、啊，你点一盘。我点不了。谢谢飞鱼的情书。魏总，我都没看到那种礼物特效。礼物特效没有，小礼物没有特效，他得爆出来才有。吉梦叶，你太懂了，你真的太懂了。哎呦，就是很好奇，想看一下特效。没礼物哪来的特效？展示加微信吗，姐姐？可以啊，看歪哥的诚意了，是吧？你好懂呀，歪哥都对上了。他怎么这么懂呀，家人们？不是一直都在叫歪哥吗？是。先微50看看。你太懂了吧！我操，看到了吗？为你倾心。看到了吗？哇，好好看啊！看这里，我谢谢歪哥的为你倾心。哎，真的好好看啊！1000一个，报销了我们的。今晚的消费有人买单了，今晚的消费全场我歪哥买单，兄弟们大口吃，感谢歪哥，把熊大的生蚝也买了，微信来，我回去推给你啊，歪哥，我喊房东。别回，那现在我推给你。就现在。我先加一下啊。没事，以后我也是小七的。等会儿加一下。以后我也是小七的粉丝了，我会经常来直播间玩。OK。粉色的就是在红酒，那个就是前面有粉色，没有，他们就是那个
兄弟们，我去聊天了，不用聊了。没有，就在小七的直播间聊，就很好。哈。幸亏。大哥走了，别吃主食啊，外哥，手绘你也刷一个，也让你加一下呗。来，想加微信的赶紧了，给主播刷礼物，刷刷礼物，有小星星的是吧？对，为你倾心。你太会了，你有小太会了，点点小心心，你有工作吗？可以聘请你吗？可以业余搞这个。可以啊，你有时间来北京啊？我们公司在北京，我在北京住，我就平时公司就我。嗯。可以来北京找我玩。厉害。就啥厉害的？几个波？有啥厉害？还是很，就是眼光还是很好嘛。其实六年前搞直播的人很少呀，我觉得。我被一个怎么说呢？小七肯定是复活了。多少钱算复活？我有个哥们儿，我有个我前大哥，我前一就是小瓶子他哥，小瓶子他哥以前他叫小瓶子，小瓶子他哥以前一年几千万的流水，现在负债几百万，也是六年前开播的，你觉得正常吗？就是六年前开播的，一年几千万的流水，现在负债，你觉得正常吗？这个不太能理解。这个东西就是有没有钱，主播有没有钱，就是没准的，给你赚的钱没，你赚多少都没有关系，跟你怎么花怎么用有关系。像我这种败家的，基本上很难，很败的。七爷嫁妆两套牌可以的，他真性情。但是你看过几次呀？我们搞节目，你看了几次呀？你就是搁这阴阳怪气，你还是回你的评论栏阴阳怪气什么的。以后阴阳怪气直接跟我说，要么就在群里说，你要再在群里谈，我要生气了。还天天退号呢，你锤子天天退号，那这两天没播节目吗？别人都说挺精彩的，你要求太高了，我播不出来，尽力了。我也没见过你几回呀。你有喜欢的演员吗？你对，我喜欢苏碧婷，还有倪妮的那个类型。有男的吗？男演员？不接男演员，男演员好像邓超吧，我比较喜欢邓超。女演员呢？郭碧婷。对，还有倪妮，倪妮超美。哈哈。哈哈。开始。哈。你喜欢黄渤吗？黄渤。喜欢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很有魅力啊。经常我以前经常一块吃饭啥的。真的呀、啊？嗯。吃饭呀、啊、啥的，关系还不错。啊、哦，我以前也是演员，后来演员不干了，做了直播，也不是吧，就是误打误撞做了直播。范冰冰，你喜不喜欢吗？以前也挺火的哈。范冰冰说，我就很有。范冰冰说我是一个很有灵动的人，说我很漂亮，好好读书一定能成大事。好好读书。对。金汉喜欢吗？金汉不认识吧？臭鱼烂虾，牛不撇吧？不认识金汉吗？认识。你认识是吧？我同学。真的吗？对，他微博就关第一个关注就是我。你看现在看他微博上只关注了我们全校，就关注我，其他都是明星。他第一个关注就是我。我同桌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兄弟们，他为啥不信呀？我现在必须给你找出来。真的呀、啊。兄弟们，他为啥不信我？他是编故事。他是看他看直播间里面的朋友。露贝，对，露贝。我本来是看金汉吧。关注我俩是金汉的关注啊，我俩是互相金汉的关注啊，来看看啊，他的关注，什么这都是明星吧，兄弟们是不是都是明星？蔡少芬、渣仔哈，他人生中认识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我，骗你们干啥呀？真是幽默，太靠后了啊，因为。应该就是我就是他第一个关注，看到没？没了，看到没？
没骗你吧？看到没？第一个，懂了吧？开什么国际大玩笑呢？看到没有？真的是没骗你吧？这是算是那啥？哦，展示微信不用展示，这有啥好展示的？就是微信经常聊天，也偶尔聊天，他老找我玩，我没时间，我要直播。他上次来北京，他说你干嘛呢？出来吃饭呀？然后他是9点给我发的，我下午1点，我晚上1点下播了，我跟他说我干嘛呀？我说刚看到。不会的，兄弟们，不会的，这真没啥事儿。我俩火了，你却放弃了，这有啥放不放弃的呀？我本来也不会火呀，咱就做直播过成这样已经不错了，人各有命，想啥呢？直播间的粉丝好搞笑啊，马上要提自己的好朋友任然了，你把人家的字打错了，我警告你啊，手绘任然认识吗？唱飞鸟和蝉听过吗？后继者歌听过，但是我最好的闺蜜。真的啊？真的啊？真的，真的。不是你们让我炫耀这些干什么呢，兄弟们？人跟都听懵了。所以你大哥眼红色的那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不要再提了，那个不提。下一个是谁？挺多的。我的室友他们就很爱炫耀，我一般都不提的，他们每次都让我跟别人介绍介绍，他们显得很有面子，我不爱提这些，没有意义。大哥最重要的尸体的演员黄伟，这黄伟那个白眼狼没必要提，兄弟们不给画面。熊猫叫啥好提的？没必要，那不火、啊、有啥好提的？小潘潘，那小潘潘也不火呀，有啥好提的，兄弟们？明星都不能出镜的，你知道吗？看来这个是你们直播间的梗，是吧？我嫂子阿涵，感谢你曾经来过，那是我嫂子。真的啊？对，真的，你问他们。这眼神，真的，也是他们嫂子。真的。主要是他们嫂子。百度百度。这个是真是真的。红色感叹号。对，但是是前嫂子，因为掰了，变成前嫂子。12点玩局吗？可以啊，12点可以打一个，就是大家可以续牌子。OK。不提你哥吧。没必要吧，兄弟们，你们天天提，三天两头的提，没必要吧？一会儿飞鱼要说了，吃饭喝酒提你哥，没必要提他干啥，别人也不认识。他主要真没人认识。3期是啥意思？你哥的故事很精彩，那3天3夜都给你们讲不完，估计你们也不想听。3天3夜。太多了，人明天一早的飞机，我讲他们3天3夜，人听麻了，人说我他妈就吃了你两口饭，饭也没吃，也不想吃多少，咱们就聊会儿天吃个饭，你给我讲3天3夜，没必要，兄弟们，挺累的，真的。江老白爆头事件你们听说过吗？没有吗？就一个主播被爆头了，听说过吗？没有。谁天天听这些呀，兄弟们？能不能在上看直播吗？再点一份吧，够了，真饱了。这个黄瓜可以来一个。吃啊吃啊，吃个黄瓜。
吃播了是吧？你们没听过吗？这两天老上新闻没有？在我直播间呢，我那个吴星涵，你们不关注？关注，我已经跟不上网络了。千万不要百度我的名字，因为太多人骂我了，我怕你们改变对我的看法。无所谓。你们说不熟就不熟呗，你们真会一起跑到别人直播间问。我为啥要非要跟他熟呢？有什么好处吗？直播好玩吗？唠嗑就是。我看你这个挺好玩的，挺搞笑的。好玩吗？这么多人跟你聊天，我觉得也还是挺快乐的。多吗？这人？有时候也弹幕跟打了麻药似的，拜托，有的时候弹幕打了那个就高级麻药，进口麻药，比麻还要麻。你直播间人很多，人很多还好，我感觉互动还是比较多的。他们主要是你会聊，谁跟他们聊？他们就是，他们有时候不需要我，你看我都不露腚，你说需要我吗？这个直播间，我就露了一只眼睛。我要是这样，他们就会说你往边绕一绕。真的，我要是这样一直这样的话，哎，你挡住主播了，你说我挡住你，他们就那样。主要是小七没怎么化妆，我今天是化了妆的。要么就是你看，真的呀，你本人比那个上面好看哎。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就是别的主播本人特瞎哈，上镜一弄好好看是吧？我是那本人还行，我一上镜就看起来非常普通。相信我，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好看的本人会更好看。你这真的在直播间里，咋回事呢？五官没有本人立体，对，本人立体。那咋回事呢？而且比那个上面瘦哎，比那上面还瘦哎。没办法，所以他们我不想见他们本人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会见水友啊，就是见他们嘛，见粉丝，我不想见他们，因为每次见他们他们会爱上我，就本来会骂骂我挺开心的，最后爱上我不能自拔。然后我也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他只能天天哭，很难过，就挺不好的。我就一般不见他们，我都让他们在这丑一点，他们就是没事骂骂我，他起码不能深陷，见我真沦陷，就哭，不跟他在一起难受呀。你说你难不难受？哭，真事儿。真哭，没喝多，没喝多，兄弟们，你看，一个小虎牙，别喝酒吃点菜吧，不是有菜，但是不饿呀，真撑你啊，喝点酒吧，喝点酒聊会儿天，还早吧？可能也，哎呀，差不多，他们到就到了，对呀，我们可以晚一点，对啊，咱们聊会儿天啥的，待会儿看做的。全国巡回感恩大使，真不感恩，还真不感恩。你懂他吹牛多离谱了吧？你觉得我在吹牛？你们不喜欢他吹牛吗？我没有吹牛呀，关键是，你看，就像我刚才跟你说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不是，你看我刚才跟你说，我跟建是朋友，我跟然是朋友，跟邓是朋友，我跟黄渤我们这样一块吃饭也是真的，但你们就是不信。说出来好像很离谱，但这都事实呀，事实呀，家人们。我本来信的，然后我看了直播间，他们懂啥呀？他们搁那天天搁那瞎扯。你快把牛逼还给牛吧，你快把牛逼，你他妈打一遍就行了，你他妈打六遍什么意思？你快把牛逼还给牛吧，你快把牛逼还给牛吧，还了，打六遍几个意思？你不累吗？搁这复制粘贴。他们还是不信家庭。你可别吹了，跟他们，你们打不能配合一下主播哄一下我们吗？骗一下我们？这辈子不可能。我在梦里，就算你跟他们说真话，他们还要阴阳怪气两句呢，真的。就是要拆穿你是吧？不是拆穿，关键我说真话，他们就不信，他们没有辨别是非能力，知道吗？
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样子，很可笑吧？黄渤眼睛跳了，我怎么感觉黄渤是个梗啊？不是梗，他是我给你看看我俩可能黄渤的照片吧，不拿出来实在是无以证明呀，他们这些人必须得证实一下自己，现在我没办法说你认识他们是真的，但说你漂亮是假的。啥？他肯定没见过你本人吧？谁呀？他们见不到我本人，我害怕他们爱上我，一般不见。照片用了几年了，他们问你这是谁你们知道吗？陶喆，陶喆，陶喆，兄弟们，陶喆，照片都等一下啊，要打比赛
好嘞。郭慧的，他们要走了，给他们上个电视，上个电视就走。上个宠个粉吧，五十大西瓜。我出了。小费给熊大。可以。给兄弟们宠个粉。兄弟们宠个粉啊。难道我不值99吗？给你们分一份哈，你们顺便没有打卡的打打卡哈。上电视，对。我看这个卡到底是有没了，这个热度卡。哦，我是可以用了，明天就30万热度了。昨天的我30万用了，明天我就有了，明天热度就可以用了，今天不能用。小姐姐要走了，你们要走了是吧？他俩有事，给小姐姐再见吧。Hello， 我们有微信啊，随时还可以联系。等到回国有时间，你要来北京啊什么的，或者我去云南，咱们有机会，咱们就是说可以联系哈。去北京可以找我，发微信去接你们，带你们去玩。嗯，好的，再见，威哥，再见，我一直在。再见，小虎牙。Bye. 再见大家。拜拜，祝主播一路长虹哦！拜拜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。如果你们明天不走，明天还可以好玩，多待两天得了。我们要走了，明天要走了。对，我们团队要走了。好好，拜拜拜拜。不是自己来的，微信聊，好的，拜拜。好嘞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宠个粉哈，宠个粉。啊！别买，别买。不要买，不要买，不要买，不要买！你们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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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买，我来买，我来买，你走吧，走吧。那么我回去。啊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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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就好了。我们我直播。开心，我们来吧。多喝，买一下单。不要，我都已经收过礼物了，你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真的吗？啊啊。走吧，走吧，不用。拜拜。拜拜，熊大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怎么了？我有。他买单，你跟我说干啥呀？啊？他买就买呗，你跟我说干啥呀？你非要跟我说，意思就让我去买呗。我一下没反应过来，谦让一下。现在我们买。脑子呢？不还拉回来？别，你别别别别跟他丢人，别跟他丢人了，呀。我还搁这儿给兄弟们上电视呢，你搁这儿，他去买单了，他去买单了，你急啥？你去呀，你跟他抢呀。他多么的，看看，你买就买呗，你跟我说，我也不假装不知道，不是事儿不挺好吗？他下次来北京我请他。他的吆喝，他的吆喝你没听见吗？我直播很专注，我真没听见。你跟我说干什么？你跟我说，我就得知道了。但认识挺开心的，兄弟们，不差这一个单钱，确实还行，人挺好的。差着没事，挺高兴的。他说他们也很高兴，我们也很高兴。说明这小姐人确实行啊，不是那种哈，人家知道去买单，我挺喜欢这种人的，起码人确实是挺行的，该说不说啊，是吧？然后我都以为他们要跑了啊！我刚以为就是看他们样也不邀请邀请，也不说一下，人家走到那儿说啥呀？说啊，要不要 AA 呀？要不我们买单啊？然后走到那儿，走到门口了，说要不我们把单买了。他们是看着我问我要不要 AA？ 要不用不用。下次北京月城让他们去，好的，交朋友嘛，兄弟们。主要是歪哥有他微信，歪哥加的挺好，歪哥你别说我们坏话，说你们走了了心，说不定再看直播，别说了，下一个就看了。没我好看，真的吗？刚才是说谁的呀？没我好看吗？刚才怎么说的？他们喜欢我们在海边，他们在拍照，他们让我们去搭讪，搭讪完之后呢，说都是中国人，刚好问他哪个国家，他中国人，刚好那就来这边，说一块吃个饭，他们也没吃饭，就吵了，他们就让我走，那人在这挺好看的，一起，他们你们喜欢，啊一块吃个饭什么的，还留了两个
兄弟们，他们水果没拿走，你水果拿来吧，还有个水果还能吃一吃。他们水果忘拿走了，菠萝蜜。这西洛樱花是大家樱花，要不要小瓶咋那么憔悴？我也憔悴，锅太久了，又热，挺好吃的，这人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订完打播了，喝挺好，这就是户外的魅力，你就永远遇到一个人交朋友嘛，挺好玩的。要不要去海边再坐会儿，还是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女孩是没了，今天有俩了。也可以去海边，也可以回去，你们选吧。我没有拍照，飞鱼，我都在直播，我没有拍照。好热呀，真的好热。去海边听听歌，安静安静，聊会天也挺好。想你发自拍，那我拍谁啊？吓人，没时间拍他们。我见他们，我都得绕一绕，再凭你们藏起来。我操，太吓人，动不动拍到一下永峰，多吓人呀，兄弟们！不敢拍，害怕。斌哥，你明天几点上班呀？你又不睡觉。你明天还上班呢，你挂着睡觉吧，或者是你睡觉吧，明天起不来。你为什么不关心我？你不上班啊？别人说了要上班呢，昨天去的公司什么的。该洗头了，我今天洗了，但头发就是，它就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买单吧，包给我吧。太热了，泰国没辙。涛来，去听会儿歌，聊会儿天，然后我们就回去，好不好？去海边，去海边待一会儿，挺安静的，很舒服，我的感觉，吹吹海风，很舒服。又要从这条街过，又要偷偷摸摸的，不让买单。我很喜欢大海。好呀，问哥，你想听什么歌？我们去海边放歌听，晚上了，听听歌挺好的，安安静静的。太闹腾了，真的。不是上我不说话，有时候 PK 就是不需要说话。你看我 PK 王任一家，就这样，海边。海边我也跟去吗？海边听听歌，聊聊天，太闹腾了，安安静静的有时候也挺好。大海，我好喜欢大海，真的。就是我说啥来着？就是啥来着？我怎么要说啥忘了？就是啥来着？
麦哥怎么可能在泰国？洛阳七道海景房，你们真能吹牛逼，我都替你们脸红。别他们吹了，行吗？真尴尬。洛阳他们有海。啊，都是对，还是我家，还是我家的啊，还是我家埋了啊，埋了，埋了几片海域啊，供我洗澡用。什么？他说我现实长辈，你别放屁了。他说不可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立马让他，别跟他造谣啊，勿造谣，谢谢。让你去昆明找他。那你去昆明找他吧，真的服了兄弟。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呀、啊，他看起来挺那个的。咱俩本家，你也是洛阳人、啊，怎么还不买单啊？兄弟们，这条街越发的乱了。到这个点之后，大家都上班了，所以我待会儿还是要左看看右看看，把你们搂在怀里，害怕。我已经跟超管真的是打保票了。绝对不能有万无一失，咱们要保证，在这个城市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，万无一失啊，一定要万无一失，小心小心再小心。去海边坐一会儿吧，坐一会儿。一不小心真永恒，真的永恒。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四千不两千，两千，两千就是四百，400块，赚几个币钱呀？真的是全这样花了。有区别的，吃了400还可以，是吗？泰国菜很便宜的，比国内便宜。这个 King 助手，你别搁这逼逼赖赖，你爱看不看啊？我他妈直播间永丰了，你给我刷了几个币钱，连个卡都没有，你让我拍啥我拍啥啊？你俩都给我爬啊！不给你俩封了，就是我的恩赐，记住了。逼毛不刷，给我直播间逼逼赖赖，又让我拍这拍那的，你刷点儿呀？刷钱支配，不刷钱支配我就给你们封了。一会儿逼逼赖赖，我直播间永丰，你们来养我吗？一毛不刷，整天搁这儿搁那儿的逼逼赖赖。一会儿看你们不爽，给你们家全365。看一下，藏起来，可不敢露出来了。危险呀，家人们，真危险！毕业一会儿啊。
害怕。害怕。得看一看，你知道吗？这两边挺不安全的。看我的脸都是红色的，懂我意思吧？老红了，兄弟们。这个角度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哇，海滩还是很多美女的，我看看有没有穿比基尼的，如果有的话我就要把你们藏起来，如果没有的话还是可以的。好，你们解放了，暂时安全了。对着自己拍。还要对自己拍？哦，这不行不行，弄。对自己拍。No, 这些不行，这些都是椰子树下的小姐姐家人们，我操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害怕。真牛逼啊，我操，真牛逼。在这边比较安全，这里就比较安全了，前面没人了，吓死爹了。哎，太吓人了，椰子树下的小姐姐，兄弟们，你们懂吗？就站在椰子树下，跟他妈没穿一样。先明天什么时候播？明天下午吧，明天下午就播了。今天播的比较晚一点。想听什么歌啊？想听什么歌？现在放歌了，安安静静的聊会儿天，差不多了，聊会儿天就回去了。明天下午，然后去那个大象馆。来泰国适合带女朋友吗？完全不适合。你来泰国，你带着女朋友，有可能跟你女朋友分手了。真的。海水怎么是黑？听海哭的声音，大晚上听这么伤心的干嘛呀？想听什么歌呀？看看。水中花。飞鱼，你那个四级歌我求求你这辈子都不要点了，真的。水中花是郁可唯的还是谭咏麟的？飞鱼，你那个太抽象了，真的破坏氛围，真的。好黑呀、啊，真的。但我不敢拍太远，我害怕突然有一个人。注意啊，镜头。好听吗？我看见水中的花朵，想要流出一朵。这船上都是打鱼的船啊。
你要听四季歌吗？我怕会吓到别人，真的。我看见水中的花朵，闪耀了春雨模糊，奈何辗转。在风中不再有往日颜色，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流出些什么，只在恍惚最怎么没有信号啊，这里我这直播的手机有信号，这个手机没信号。这纷纷飞花，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往日深情这个是谁呀、啊、这个梁晓琪真他妈假太恶心了，看久了真怕我是他这样的，走了没兄弟们，走了还不惯恶心人，搁这儿还他妈一看就是401那个晦气的个晦气的头像，赶紧滚好吗，赶紧滚好吗，就是这个大群谁都在的，在11:24，我11:24做什么很假的事了吗，不就刚才喷了他吗，逼分不刷搁这支配你妈的，给我滚，他一直说看看这边我假，脑瘫一样，真的是我封的那个群吗，不是大群，不是那个人吧，不是被你封的那个人，是那个人，你道个锤子歉呀、啊、封他咋了，就封他咋了，骂大哥不该封吗，逼分不刷整天搁这支配骂大哥，你自己逼分不刷我不用赚钱的，你骂我大哥你凭啥呀，就算骂大哥的那个也好，就算我刚才骂的那个也好，我没有一点错好吗，那街道明明不能拍他非得说看看看看看看，一天搁刷说什么都不看，对着你的大脸兄弟你出来户外干嘛的，搁那阴阳怪气死不死，刷了几个逼钱，为什么要惯着他们这种人，我搞不明白，根本没必要惯着他们，真的现在跳舞跳起来别摆烂，兄弟们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，根本就不能拍他，非要凭什么要惯着他，不看就滚，管他呢，差那仨差那个人呀，一分不刷的以为自己谁呀，脑瘫是吧兄弟们，真的是有的很多人真的不必要惯他，他走之前还在群里面恶心人，不看就赶紧滚，真的搁这儿搁那儿呢，以为自己谁呀，有十几牌子怎么了，有十几牌子就可以骂大哥了是吧，整天跟他阴阳怪气，我注意他很久了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欢迎我小鱼干儿，
妈户外本来就很难，礼物也不多，靠着大哥几个人支撑的一个直播间，该说不说，本来户外礼物就不多，没事还妈妈这个妈妈那个，以为自己谁呀、啊？我直播间不惯着这种人，我也不惯着嗨粉，想嗨去别处嗨，我直播间不惯嗨粉的，不要在我直播间嗨。是啊，海边有种鱼腥的味道，全是船，全是船。是的呀，谢往后余生的樱花，谢谢小鱼干的，谢谢小鱼干的超等活呀。这有螃蟹吗？飞鱼，好腥呀，我感觉是可能会有螃蟹，但是这旁边没有风，说实话不知道为啥没啥风，可能是太热了，这边温度很高。烧烤没有看到烧烤，都是椰子树下的小姐姐。